庆祝什么？庆祝你的有缘人就要嫁给别人了？我辛辛苦苦结缘这么久，最后便宜了里面那个小子，你甘心啊？我有什么不甘心的？我心有所属，不能耽误别人的姻缘吗？你在嘀咕什么？确实你也够惨。莫非你喜欢上了什么有悖伦常、不该染指的对象？你猜。完了，难不成他喜欢上了林恩，可对方又要嫁人？难道我又无法脱身了？谁让你脱身了？老实说，喜欢一个人应该怎么做，我是一窍不通。你能教我吗？那当然是要，大胆的告白，大声的跟喜欢的人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嗯。